进来了吗？再等一下，等一下，大家，我看一下，我们是不是好进来喽？我看到有人进来喽，我们再等一下哦。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些舒压的饮料，我们再等一下。我们看一下小影片啦，等一下哦。进来哦，我们今天有很多很棒的舒压饮料要介绍给大家，大家赶快把朋友都拉进来，记得今天我们一样有活动哦，所以你只要留言就是舒压要喝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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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只要留在留言那里，然后 tag 两个朋友，然后分享直播就可以参加抽奖哦。我们今天会抽出等一下会介绍的这个大容量吸管杯，这容量超级大的哦，有750ml。好，大家都进来了吗？进来了吗？哎，好，赶快留言，赶快留言，然后 tag 朋友进来哦，因为我们今天的这个分享是，这段时间就是大家还是我觉得有一点压抑啦，然后尤其是上个周末刚过完端午周末，然后整个周末是不是很多人都是不太能出门，就是想很想很想出门，然后其实就是压抑住了自己然后不出门，那每天都待在家里这个情况也过了一个月了，然后大家可能居家上班啊，然后在家里又要做家务带小孩啊，其实压力都很大，然后大家可能透过各种方式 来解除你的压力，那我们今天就要带大家来做一些很棒很舒压的饮料，让你在家里不管是居家办公或者是在居家跟家人在一起都可以一起享用这样子很棒的舒压的饮料。好，那我们就话不多说，开始进入我们的环节。那大家记得要留言分享哦，这样你的朋友才能进来。大家邀请多一点人进来，我们今天有抽奖好康。好，那我们今天会先介绍一个，就是大家应该之前有看我直播，常常看我拿这个杯子吧。我觉得只要是乐扣的粉丝，应该对这个杯子都不陌生，因为它现在已经就是红到不行。那这个是叫做我们的清新耐热玻璃两用杯，它两用的意思就是它有一个吸管的嘴巴，然后它还有一个这个直饮的咖啡的嘴巴。我给大家看一下细节哦，大家看到吗？就是我刚刚讲的这个是就是像一般饮料嘴的这里，然后呢你如果盖起来想用吸管喝的时候，哎，是不是很方便？它的这个吸管嘴是一种扁嘴的那种设计，所以吸起来非常的方便，非常的好吸。然后当然它搭配的是一根吸管嘛，那我刚好把吸管拿掉，吸管就是长这样。我们的吸管是 PP 的材质哦，所以非常的安全，非常安全。那温度是100度，所以你这个里面装就是热饮也没有问题。那当然
直接碰会有点烫手嘛，所以这边有做一个细胶的套环，所以你如果装的是比较温热的饮料，或者是说你装的是冷饮，就是这个细胶套环都可以稍微保护到你的手。那我们这一个系列啊，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系列是有四个颜色，就是这里有大家有看到这个灰色，这个其实颜色我还蛮喜欢的，因为还蛮就是适合装咖啡的颜色。但是我们有其他系列，就是大家喜好都不一样，就是这个也蛮多人喜欢，这个是有点像孔雀蓝的颜色，然后这支黄色的是我们的断货王，就是最受欢迎的颜色。然后再来就是我平常自己常用的这一支粉红色，因为我觉得用起来喝起来心情都会变好。大家有没有觉得就是这四色可以包色了，就比如说你家里有很多家人啊，然后对不对，一人一个，因为你这样不同的颜色你在家里喝是不是就是很有防疫概念的感觉。为什么？因为你的颜色跟别人的永远不会混在一起，或者是说你在办公室，你的这个杯子一拿出手，你就肯定不会跟别人混在一起，对不对？来，我来看一下，舒压要喝蜂蜜气泡水、水果茶。哎，大家都说一些蛮棒的，我等一下就会做一个类似像蜂蜜气泡水的东西，但是稍微再更厉害一点点。美式咖啡，没错，等一下我也会做咖啡给大家喝。我们有一个就是神秘的冲咖啡的杯子，等一下会介绍。好，那我们的这个清新耐热玻璃两用杯大概就是这样子。那我可以给大家再看一下细节哦，因为我们的这个杯身就是大家看，其实这个玻璃是有一定的厚度，但是它又不会太厚。那我们的这个玻璃是耐热玻璃，就跟 Loco Loco 玻璃保鲜盒一样，所以这个微波完全没有问题。比如说你拿它来装咖啡，然后你喝到一半你的咖啡冷掉了，那你就把这个直接丢微波炉微波，你要看一分钟什么都没有问题。然后像我有时候早上喝豆浆，我就把它倒进去，然后这个直接丢微波炉，非常 OK。 所以这个杯子我觉得它好用的点就是在这里，就是你不管装冷的装热的都 OK， 然后你还可以微波，然后还可以放洗碗机，这整个都可以放进去洗碗机哦。然后刚才就是有介绍到我们的这个 PP 的吸管啊，就是直接这样子拆起来就 OK 了。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里面是有细胶圈的，所以这个是盖上去盖好之后完全防水不会漏，这边有个胶圈，然后这个洞就是插吸管的地方，这样直接插进去就好了，所以这个清洗都是非常便利的。然后像这样子你如果锁紧了之后，因为是有细胶圈，只要是有细胶圈的水壶它都是有防水就是防漏的功能，然后你这样子倒过来水不会漏出来，所以这个杯子就是真的非常大推，尤其是在这个防疫期间，一人一色我觉得是很重要的，就是千万不要拿错杯子，拿错杯子就悲剧。好，那我再介绍另外一个杯子哦。刚才有说今天如果留言然后 tag 两个好友就可以抽奖的杯子是我们的这个简约双层大容量吸管杯，然后它也是超多颜色的，有四个颜色，还有看到吗？我感觉很厉害，这个杯子真的很大，就是750ml。这个杯子拿去手摇饮店，就是装一大杯完全没有问题。然后呢，我们的这个材质它是 AS， 所以它其实可以到70度。到70度的话，就代表你喝的温奶茶，就是你去手摇饮店喝的温奶茶，或者你喝的就是比较温的饮料都完全没有问题。你只要不要是放滚水进去都没有问题，所以这个是非常适合，就是炎炎夏日，然后去装一些饮料啊，然后或者是秋天冬天去装一些温饮料也都非常适合。那现在因为大家都在居家嘛，就大家可能也不能拿这个杯子去装饮料，
所以呢，我们这个杯子其实就起到了很好的一个补水的功用。因为我觉得就是在家里嘛，或是你在办公，然后你就是不动，你就会忘记喝水这件事情，就觉得可能没有什么动，然后一整天下来可能连一杯水都没有喝到。但是你如果有一个像这样的杯子，是不是很漂亮，就很想喝它，对不对？或是这个颜色，这个颜色也蛮赞的。我是蛮喜欢这个白色的，跟我今天比较搭，有没有？我觉得就是好的杯子，它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它在那里就会提醒你喝水。那我觉得我们今天介绍的杯子颜值都非常的高，就像我们刚刚介绍的这个清新杯，断货王清新杯，然后以及我现在介绍的这个简约双层大容量吸管杯，也都是颜值非常高。所以你只要就是家里放一个它，不会忘记喝水这件事情。而且他们都是有吸管的，我觉得就是吸管这样小口小口喝其实是非常方便的，你就不用就是这样喝或者是怎么样，你就只要拿起来，然后你边做你的事，你比如说边办公，你就可以边这样喝。因为大家想就是这样直接喝的时候你一定要看嘛，对不对？你就不能边做事边喝，可能会不小心就到身体上面。所以我觉得这也是蛮适合就是像我一样懒人的一个杯子，就比如说我边看电脑啊，然后或者是我边滑手机啊，然后还可以这样喝，对不对？这样子喝就是不会呛到。好，颜色好舒压，对啊，这个颜色超舒压的。好，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也是有四个颜色哦，就是有比较酷一点的黑白色，然后比较缤纷一点的薄荷绿跟紫色。那我们今天要抽的是这个，是这个超赞，这个也是卖的超好的。我们今天要抽出两位的幸运儿，所以大家一定要分享哦，就是留言舒压想喝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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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tag 两个朋友分享直播就可以加入我们等一下抽奖的环节喽。所以我们等一下会抽这一支750ml，真的是容量超大。我给大家看一下细节哦，大家看，就是这个吸管它是。有一个卡住的一个功能，所以你的吸管不会不小心就飞走。然后呢，它的杯子就是有一个很漂亮的圆弧状，再来是双层，我觉得双层是它这个杯子最厉害的点，因为你是双层的杯子，你就不会怕说你装的东西是冰饮嘛，然后它流汗弄得你手上都是湿湿的，或者是说你装的是温饮，然后你手就会觉得有点太热，就是都不会，因为这是双层的。然后呢，它就代表说它也有一定程度的保温保冷，当然不是像保温瓶那么好，但是呢，以这种杯子，这种这么轻量级的随行杯，它是非常好用的，就是有这种双层微保温微保冷的一个功能。那刚刚看啊，像我们这黑白的它的吸管是配黑色的，所以这两只都蛮酷的，这两只我也很喜欢。大家喜欢哪一个颜色在留言区里面说一下。我们这个杯子也是就是今年才刚推出很畅销的一个杯子哦，我自己是蛮爱白色的啦，黑色也不错，可能会买给就是我老公。可是我觉得就是有时候出门像这种颜色我觉得很赞耶，你看这个薄荷绿，我觉得是不是就是其实也是可以包色，大家 也是可以考虑包色，因为就有时候出门啊，现在不能出门了，就没关系，有时候在家就是为了要因应自己的心情，可能会想要用不同的颜色来搭。然后呢，就像我刚刚讲的，就是防疫共用杯子就是防疫的破口，所以我们如果有不同的颜色，家里的人都用不同颜色的杯子，这样子是不是就永远不会共用杯子呢？这样也是很赞的。好，这个系列就是超大容量，我觉得它另外一个很大亮点就是第一个是双层嘛，然后第二个就是它容量真的很大，750ml真的很赞。你像你比如说喝水，人家不是都说一天要喝什么至少2000嘛？那当然是，其实每一个人喝水的量会跟着他的体重的不同而有所不同。
但是如果说我们用2000来看它的话，这个两倍半我觉得很 OK， 或者是你体重比较轻的两杯就 OK， 体重再重一点的三杯，那你一天就是装，只要装三次，再度回到懒人，就是我自己喝水，我觉得越大的杯子用起来越开心，因为我就只要装越少次水。好，大家刚刚这个喜欢什么颜色呢？有没有人说舒压要喝奶茶？蒂芬尼色超美，对啊，我们今天要抽的是这个色，有没有很棒？大家有没有要感谢小编，给小编拍拍手？喜欢小编的人在下面帮我刷爱心哦，因为这个颜色是小编推的。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就随便选一个颜色，或者是随机。可是今天小编帮忙推的是这个蒂芬尼颜色，所以今天大家会抽到这个颜色，有没有很棒？帮小编刷爱心，我看到好多颗爱心。喝奶茶，好棒好棒。好，那我们最后一个杯子今天要介绍的就是刚刚讲了，我们有一个非常厉害的冲咖啡的小工具，就是这一支我们的这一款手冲滤网咖啡杯，是不是看起来就像普通的咖啡杯？但是不是，它其实是，有没有看到有一个滤网在这里？所以它可以取代什么呢？我给大家看一下，就是大家在家里想要手冲咖啡，对不对？就是现在可能很多很多时间啊都在家里啊，然后又担心不敢去咖啡厅，对不对？然后大家就想要，好啊，那我们在家里手冲咖啡，对不对？那我就又要买一个壶，然后我又要买一个滤网，这个滤杯。然后滤杯你要不然是买滤纸，或者是你觉得滤纸不环保，你就要买一个滤网，对不对？有没有给息很多？然后像我刚刚磨咖啡豆，然后你再搞一个尖嘴壶，对不对？吼，都不用，这些都收起来。要喝一杯好喝的手冲咖啡非常简单，只要有这个乐扣手冲咖啡杯，等一下就会示范给你们看怎么用这一支冲出一个很好的手冲咖啡。那给大家看一下细节，大家看哦，就是这个，我刚刚是从这边打开来，对不对？然后这边有一个咖啡滤网，然后我把上盖打开来，这样比较清楚，大家看一下哦，就是这样。直接把咖啡粉倒进去就可以冲咖啡了，大家看得到吗？就是这个可能看不到，反正这个上面就是有一个小小的洞。那因为这个是手冲咖啡，所以你的咖啡豆磨的细度一定是要是手冲咖啡的细度，就是中到中粗这个细度，因为你磨得太细，像那种意式咖啡这个就冲不出来了，它就会一直卡在那里。所以手冲咖啡就是大家喝手冲咖啡人都知道，你的咖啡颗粒的细度一定要是中到中粗。然后呢，给大家看一个超厉害的，你以为这样就算了吗？不，可拆，可以拆，所以这个是可以拆掉哦，拆掉可以洗的哦。然后呢，比如说我刚早上我在家里这样冲完，对不对？然后把它拿出来，好，我要准备出门了，我就把它拆下来，然后这个一上，然后我的盖子一盖，有没有完完全全密封的一个咖啡杯就带着走了？当然，这个也是办公室一个非常好用的，就是你如果还要在办公室办公，或者是你在家里也是，就是。有一个这样把手的杯子，我觉得蛮方便的。然后大家刚刚都有没有听到，就是它的这个屁股是一个防震的细胶，所以这个也非常棒，就是不会敲到桌子，然后不会磨到，然后也比较不容易倒。对，这个有一个防震防滑的细胶垫，屁股细胶垫。然后这一支的容量也很大哦，我们这一支是
580ml， 对吧？580ml， 有没有很大？给大家看一下。就像这样子，对不对？你只要把咖啡粉往里面这样子倒，然后我等一下就会冲给大家看。所以我觉得580ml 的一个咖啡杯非常厉害，因为大家自己冲完全没有问题，对不对？所以在家想要喝手冲咖啡杯，你等于你只要有这一支，这一支就可以取代掉刚刚有几个给吸，刚刚有就是咖啡壶嘛，对不对？有壶、滤杯、滤网都可以不用了，对不对？只要一个就 OK， 而且它还是可以带出门的，就是你连就是咖啡随行杯，刚刚讲三个东西嘛，然后再加咖啡随行杯，等于是四合一哦，四个东西合在一起。然后呢，我刚刚是不是有特别想说它是580ml， 所以你如果当你没有那个心情喝手冲咖啡，不想自己泡的时候，这个直接去买超商咖啡，或者是去咖啡店装咖啡，580ml 大杯完全装得下都没有问题，奶泡或是冰块完完全全装得下，所以这容量超级大。大家应该可以看到这个口非常宽，洗也非常方便，我整个手可以伸进去，有没有？我觉得这个容量真的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卖点，因为不是所有的咖啡杯都做的那么大，然后这一支真的做很大，然后这个把手又很符合人体工学，就是非常的宽，然后非常的好握。那我们这个系列是有三个颜色哦，我觉得我们今天介绍的东西都算比较美型一点的，因为压力大的时候，我觉得就是需要一点这种生活小物来点缀一下心情，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这一款是有三个颜色，一个是黑色，就是我手上这个，它其实是有点亮的黑色，然后再来是这个金色，就是有没有？哎，这个也跟我衣服蛮搭的，今天应该用这一支。然后再来就是我们银色，就是这三款都是蛮经典的颜色。大家有没有喜欢？喜不喜欢自己冲咖啡呢？我来看看大家怎么说。颜色缤纷，哎，是刚刚的杯子吧？颜色缤纷，说要喝真奶，说要喝牛奶。好，真奶，欸，很多人想喝真奶花茶，看看三个颜色都时尚大方，好棒哦！你们可以在下面也可以许愿，就是你想要什么颜色，但是不好意思，我们今天没有抽它，但是你还是可以许愿，不妨碍各位许愿，大家最喜欢哪个颜色？欢迎你留言哦，留言。我是蛮喜欢这两个颜色啦，因为我觉得比较特别嘛。但是其实这一支在我们公司也蛮受欢迎的。好，那我今天介绍了三个系列的杯子，对不对？那这三个系列我就会拿来做各种不同的饮料给大家，所以大家准备好了吗？最近都有分享一些就是不同的食谱，那我觉得就是烦闷的时候你可能连煮饭都不想煮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就喝一点不错的饮料。大家都留一些，就是哇，铁观音真奶是要我下次做的意思吗？铁观音真奶其实蛮挑战的，就是挑战的不是那个铁观音茶，是那个珍珠要煮的好吃，就是又要 Q， 然后又要有点弹牙，然后又要入味，就是我喜欢的是那种黑糖珍珠。好，那我们现在做一款非常适合放到我们这个黄色杯子的一个饮料哦，我们要来做柚子酱气泡饮。好，先来拿出需要准备的东西，然后呢，拿一点冰块。因为天气我觉得还是蛮热的，所以我准备了冰块。那这个饮料实在是就是有点简单，所以我怕大家会觉得我在就是哎，怎么每次教的都是这么简单？但是
就是要教很简单的，大家才会觉得，哎，这个我也可以做啊，对不对？就是原来这么简单就可以获得舒压饮料。好，那你就是把你的杯子准备好，然后刚才我说就是这个就是柚子茶酱，就是韩国很流行的柚子茶酱，其实很多地方都可以买得到啦。然后呢，这边有柠檬片，柠檬片就是给它一点层次感，然后让它多一点味道。那我觉得这个就是看大家的口味，大家喜欢甜一点就放多一点，然后喜欢淡一点就淡一点。哦，加进去，这样蛮够的。好，再调够味道一点。哦，有没有？那我们这样子要倒入我们的气泡水，我觉得喝气泡水也是非常舒压的。有没有听到那个气泡的声音？你们可能听不到，可是我这边就是有，就是气泡水倒下去有那个呲呲呲呲呲的声音，就是光听到这个声音就很舒压。就像有没有就是大家比如说去买啤酒，然后最爽的那一瞬间就是噗打开来的时候，然后里面丢一个柠檬片，再丢一片，然后加一点冰块，因为今天天气蛮热的，加点冰块进来。有没有很赞？哦，非常有层次。这个用吸管喝也很 OK 哦，或者直接喝也很 OK。然后就这样搅一搅，我觉得这个喝下去瞬间解压，因为它实在是太漂亮了。刚刚有看到吗？有看到这个气泡？看得到吗？可能看不清楚，就是气泡一直飞上去的感觉。好，我刚才花了几分钟，是不是就两分钟？有没有？两分钟吗？不到吧？就是如此简单。我觉得就是除了加柠檬片啊，那你柠檬还可以再往里面搓一搓，就是把那个柠檬汁的味道弄出来。你还可以在里面加一点薄荷叶，可以加一点薄荷叶，就会让它的味道更清爽一点。所以柚子酱是一个很厉害的东西，它不只是可以泡热茶，它还可以做这种消暑的冰凉的气泡饮，有没有很棒？好，那我们来第二个饮料。我今天要示范的就是要搭配我们这个非常美，就是这个是我最爱用的粉红色的杯子。那我们今天要做什么呢？今天要教大家做一个叫做 Aqua Fresca 的一个饮料，其实就是墨西哥的一种饮料，然后它就是叫做清凉的水吧之类的。那它其实就是水果打成的水。那它我今天准备的是西瓜的 Aqua Fresca， 那我这边就是有西瓜加了水。那这个饮料真的也是很简单，那你可以用西瓜、用草莓、用其实比较正统的是各种瓜类嘛，比如说哈密瓜什么都可以，黄瓜应该也可以。然后你就是用各种瓜类，因为就是重点就是清凉消暑嘛。那我这边是先放了西瓜，因为西瓜我觉得跟它超级搭。那我们就来看一下，来来来，这是我们家的果汁机，乐扣果汁机，办公室限定款，大家外面买不到，不好意思。
就好了。那传统的做法呢，其实是会把它过滤掉的，就是传统的这个饮料的做法是会把一些渣渣过滤掉的。但是呢，我是觉得其实还好啦，就是我们现在不是都喜欢要喝比较有纤维的东西吗？这样子纤维摄取的多，对身体比较好嘛。所以我就不过滤这一个西瓜汁了。然后一样，就是这个里面还是要加一两片的柠檬，然后最好把它挤挤，有一点柠檬汁出来，它的风味就会比较层次感比较多。然后呢，加入我刚才打的这个西瓜饮，然后呢，我没有全部加满哦，因为上面要再加一点点气泡水。大家如果喜欢浓一点的，就是刚才在打西瓜的时候，就不要加那么多水。然后呢，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气泡水把那个西瓜的泡泡整个冲起来，然后这个很有层次感，有没有？有看得到里面浮的小柠檬，小柠檬不见了，超香的。这个夏天就是必喝吧，但是这个又跟你在夜市。平常在夜市喝的那个西瓜汁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这一种西瓜汁就很有格调，很有层次感，有没有？有没有？那今天介绍的这两个饮料，大家再看一下，有没有很美丽？刚才那个其实也可以加冰块哦，有没有很美丽？又很简单，我刚刚那个是花了几分钟。三分钟要吗？超简单。今天就是有很多，有，今天就是有很多很好很简单的饮料分享给大家，对不对？大家看看有没有很漂亮。就是你如果现场看到这两杯的话，你就一定会想要马上来喝一口，喝下去心情顿时舒畅。好，那最后一个就是我们压轴的非常厉害的冲咖啡神器，就是只要一杯它就可以搞定你的咖啡。好，我们来冲冲冲冲咖啡，就是像我刚刚讲的，我们只要把这里面放好咖啡粉，然后放上去，然后只要加入热水就 OK 了。然后刚才我给大家看一下细节哦，刚才讲的比较快，就是这个是盖子嘛，对不对？然后盖子你如果反过来的话，你看它是可以放滤网的耶，有没有很贴心？就是因为你大家滤咖啡都知道，就滤完可能会有点滴滴答答的，那我们就设计了一个这个，它是有一点点凹槽深度的，所以它可以装那个剩下最后滤的有一点滴滴答答的那个咖啡，有没有？有没有？很棒，我觉得这个设计真的是非常的贴心。好，我们要来用它来冲咖啡给大家看。刚才我在一开始已经磨好咖啡粉，其实是可以，就是大家不用那么辛苦自己磨啦。我是蛮享受这个感觉的，但是大家可以不用那么辛苦，就是你可以去你平常喜欢的咖啡店，你就可以买，然后你就跟他说，哎，请帮我磨成那个手冲的刻度粗细度，那他就会帮你磨，所
所以不用那么辛苦自己磨。哦，你们都可以下去哦。这大概是一杯咖啡的咖啡粉量。好，刚好在稍微把它就是抖平一下，然后我们就进去咯。大家可以看到吗？就是咖啡粉都进去了。好，那我就要给大家冲了，冲了。我这边有一个已经烧好的水。给大家偷偷看一下。看不到是不是？我觉得这个把这个办公室限定款拿出来好像有点犯规，因为实在是有点太美丽，有没有？这也是我们 Loco Loco 办公室限定款的一个，就是店咖啡所冲煮，有没有很赞？这一支也是蛮厉害的。好，开始咯。所以这个冲出来的感觉，我觉得就是跟这个的感觉其实是差不多的。那当然，因为这个是单层的滤网，所以可能会有一些就是超级细的粉末跑过去，可是我觉得就是其实是不影响它的风味的。然后大家有喝手冲咖啡的人都知道，就是等待就是冲手冲咖啡的一门艺术，对不对？就是你在这边慢慢冲，就是有点享受那种慢生活的感觉。然后就在那边慢慢等，然后吸那个咖啡的香味，有没有？那大家吸不到咖啡的香味，我来那个帮大家看一下，大家都还要喝什么？要喝果汁，等待是值得的，没错，因为真的超级香的。就只要有这个杯子，你就可以在家也喝到好喝的手冲咖啡。等待是值得的。就我觉得大家在家，自己做饮料是非常明智的选择。然后你觉得就是啊，就是真的好想出去啊，就是出去就买一杯饮料算了，没关系。但是你出去与不出去，是不是不出去还是比较安全？那如果不出去的话，我们在家也可以做这些非常非常简单又很吸引人、很棒的饮料，对不对？好，那还有说什么？草莓冰沙，没错，我刚才打的这个西瓜汁啊，我是用就是西瓜加水去打的嘛。那喜欢冰沙的人也可以用西瓜加冰沙，或者任何的水果加冰沙去打，然后就是最后加一点点气泡水去提升那个饮料的一点层次。然后如果你打的水果是不甜的那种水果，你就可以加一点点糖，或者是你喜欢加一点点蜂蜜都 OK。那你喜欢那种减糖的口感的话，你就可以都不加。好，差不多咯，我们滤的差不多了，再最后一次就好了。哦，这个办公室限定款我先收起来了。大家很喜欢的可以在下面留言。
下次就可以介绍他，或者是看他可不可以变成不是办公室限定款，就是让大家也都可以买到它。好，快好咯，剩下最后一点点。大家会不会就是冲手冲咖啡的人都会觉得剩下最后那一点点的等待就是最漫长的等待。那我今天就是因为现在是夏天，我要冲就是现在冲的这个是烫的嘛，那夏天就是有谁会喝烫的，所以我等一下要加一点冰块，然后直接加冰牛奶，就会变成一个很棒的自制冰拿铁。好，那我们差不多咯，就是我这边滤的差不多了，所以还有就是还有滴一两滴，来我给大家看一下细节，还有滴一两滴，可是没有关系，就是我们可以用它来接住滴滴答答的咖啡，对不对？这样就好啦。好，那就像我刚刚讲的，我只要加一点点冰块，然后呢，加一点牛奶，哦，很棒哎！我喜欢奶很多的，哈哈，大家可以看到吗？哦，很棒！我刚刚泡的比较小杯哦，就是大家因为这个580实在是超大，所以我刚刚泡的是比较小杯一点点的。那因为现在已经是下午了，所以我这一杯喝下去应该也不用睡觉了。我如果把它装到满的话，我应该就是一直到明天早上都不用睡觉了。所以我今天泡比较小杯一点点。那大家就是可以加冰的奶啊，加热的奶都 OK。重点就是我们的这个乐扣手冲咖啡杯，就是让你在家就变成咖啡师，有没有？有没有很赞？好，那我可以把它刚才它的上盖拿回来哦。OK， 这样子，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为什么盖不起来？因为刚才很重要的一个步骤，我的这个咖啡滤网的那个中间，记得要把它拆回来，这样子我就可以把它带出门咯。不能出门就把它带到你的房间，因为你在你房间居家办公，反正上面就不会落灰尘，然后它也不太容易就是冰块就变没了，或者是它的如果是你泡热的话就不太会热了一下就没了，这个的保温保冷程度也是非常的好。好，那在最后再看看我今天介绍的三种饮料就是这三种哦，大家有没有喜欢？特别喜欢哪一个可以留言哦。咖啡越陈越香，瓶杯，舒压要喝拿铁咖啡，红色电水壶好吸睛。对啊，我们那个电水壶真的很棒，就是专门冲咖啡的。好，咖啡杯有保冷保温吗？有哎，我再给大家看一下，可能刚刚讲的有点太快，再给大家看一下细节哦。就是我们的这个咖啡杯其实就是一个保温咖啡杯，但是它是一个有手冲功能的，看就是这个我刚刚是示范咖啡嘛，对不对？可是大家其实可以在里面放茶叶，像我刚刚讲这个可以整个拆下来，然后拆下来之后它就是一个保温杯，保温随行杯，而且是580ml 的，超级赞，这容量超级大，它是双层真空的不锈钢杯哦，很好，双层真空的不锈钢杯，所以这个是保温保冷没有问题的哦，然后而且还是可以
就是盖好，盖好以后它这边都有细胶圈，这边两层都有细胶圈，所以完全不会漏出来。然后呢，刚才讲的这个锌可以泡茶，对不对？就是它有两种泡法，一种就是你不喜欢喝太浓的茶，你就把茶叶丢这边，然后它泡在热水里泡差不多，你就把它捞起来，捞起来一样就是放在这上面。然后另外一种方法呢，就是你把你想要泡的往里面丢，想要泡往里面丢要泡比较久的那种，比如说什么红枣枸杞之类的所谓的养生系列的饮品，然后你就往里面丢，或者是人参片往里面丢，其他也都可以啦。舒压要喝调酒，我刚刚介绍的这两个饮料大家有看到吗？这两个饮料都可以变成调酒系列哦，你在里面加巴卡加特比啦都很 OK。 好，就刚刚讲，就是你在这里面丢，就是你想要泡的东西，比如说什么薏，大家不是说薏仁茶会排湿吗？就是可以降低水肿，也可以再往里面丢。然后呢，你要喝的时候就可以这样直接喝，这样直接喝是不是你的这个滤网就变成好像茶隔茶叶的那个功能？对，泡养生茶也不错，然后就可以这样直接喝。舒压就是要喝香蕉牛奶，哎，香蕉牛奶。香蕉牛奶也很搭这个杯子，哎，有没有黄色的这个杯子？我觉得今天介绍的杯子就是，反正就是一个缤纷，对不对？好，大家有什么问题吗？尽量放在留言上哦。那我们今天大家都进来，然后都分享完直播跟留言之后，我们就要进入我们的抽奖环节咯。所以大家还没有进来，你的朋友还没有进来的人要快看。没错，虽然要喝冰绿茶，大家就是这个杯子喝那种茶饮真的是超棒，什么冷泡茶啊，什么就是这喝起来很有感觉，然后各种的冰饮啊，冰咖啡都很 OK， 都可以冲在里面。我知道有些人好像会喝那种三合一的咖啡，对不对？然后你比如说泡好的话，然后会冲冰牛奶或者什么的，就是这个喝冰饮跟温饮都非常 OK。 好，期待抽奖。对啊，我觉得大家该不会就只是为了抽奖环节吧？大家应该还是喜欢就是我们每一次分享的东西，对吗？对吗？有喜欢我们分享的东西，可不可以在下面帮我留言一个一，就是代表说你其实是喜欢我们平常分享一些，哎，比如说是一些食谱啊，或者是一些饮料的做法啊，或者是一些我们商品的使用知识啊。然后我知道大家都很在意这个点，所以我今天有特别准备。大家一定就会问说，哎，那我这上盖怎么办？坏掉怎么办？吸管不见怎么办？大家是不是就是吸管不见达人？给大家看。没错，我们的这个商品页面有一个地方就是上盖配件哦，大家只要点进去，所有的上盖配件都在这里，都在这里。所以呢，你只要到我们的官网，然后点我们的商品页面里面有一个配件上盖配件那里，就可以找到我们所有的配件的单品。然后如果你真的找不到的话，你就可以找我们的客服，完全没有问题的哦，一定有人可以解决你的需求的。好，抽了吗？抽了吗？等等，那我们就开始喜欢介绍的乐扣和扣商品哦。抽中了，抽中了，我们有高琪琪跟 Julie 徐，恭喜抽中，恭喜恭喜恭喜，抽中我们这个杯子750ml 双层简约大容量吸管杯，非常棒。你们在这个疫情期间就可以用它，靠它来补水了。这个其实就是到时候等大家回到办公的场合，就是等三级有趋缓的时候，大家回到办公室，这个也是非常好用的。因为就是第一个它很大嘛，就是你就不用跑那么多次茶水间，降低就是不必要的人与人的接触，对不对？然后呢，它的吸管就可以就是边上班就可以边一直喝，然后就不会
一整天下去都忘记喝水了。好，大家有在线上吗？哎，有哎，朱莉有在线上，开心，恭喜耶，恭喜恭喜！哇，高琪琪也在线上，好棒哦！有抽到的人都有在线上，就是很开心。就是每次如果有抽到的人，然后他都有在线上回应，我觉得就是很开心。就是你没有留言就跑掉，你自己有真的有看到最后，好感动。好，那大家下次还想要喝什么不一样的饮料，或者是看我们做什么不一样的示范，都可以在我们的粉丝团留言哦。那今天给大家准备的这三款饮料，就是不是喝起来就会非常的舒压。然后就像我刚刚讲的哦，喜欢喝一点带着一点点酒精的，我们这两款都可以变身成为成年人的饮料，所以这个是不是非常赞呢？那我们这杯就是可以是冰咖啡，可以是热咖啡，只要你有了它，你就是一个就是居家的咖啡师。好，那我们今天介绍就到这里咯，谢谢大家，大家记得到我们的粉丝团留言按赞哦。新朋友们记得来我们乐扣乐扣情报粉丝团点一个赞哦，这样子我们不定时发放的新品资讯或者是活动资讯你才能收得到哦。那也记得在看我们的直播预告的这里下面有一个提醒我的按钮，也要点一下，这样子我们的直播你才不会漏掉啦。下次再见。